你要给你准备那个。哎，我准备了，谢谢。啊，这样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我帮你装水？全部装了，当然。你已经装了是吧？你法师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。你会不会像我们，我们也常常在做？有过不？啊，你会不会做？我也会啊。那你是梦见说世间的，还是跟你修行有关的？都有下山是没有什么学。那、啊、你会像我们平常我们以前的一些生活，就是很多那个，他都是我以前我都会梦见以前的事情。会啊，我你会吗？会啊，梦见我做小的样子，你总是这样，你这样啊，你怎么？那你会不会梦见说？你是算是法师是修行，啊，我不是修行。啊，我就是从事世间的，我们都常常都是梦见法师。哦，跟师兄在讲过，他们会梦见说，在深圳在什么录中音在学的那个方面，就像我们星期一在打坐。所以觉得说我也没有办法说很专注，你应该是会比较年轻。我打的我是这个，我非常专注管理事情。以前我经历过什么？哦，这样。是因为出家在也是没有喘息在打坐在修行，跟这时间修行的时间浪费。我能不管，而且要把重心再回来修，你也时间浪费那个。对青春时光没有把握，哦，该将慢慢把它再拿回来，但是可能念力比你强了。哦，那、啊、你会很专注，比较专注。那我觉得说，其实我们那星期一那些在学的，一起在学的。我问他们，他们好像也是说，给他们也会跟我一样说，正常的。因为年老，年老那个心力也去提多，给我做干干净。啊，我现在是一个是那个能量不够，所以我想礼拜晚上我先让你们先放一些照片，让你们吸收能量，吸收能量我再打坐。哦，关于体力不够的，哦，因为能量不够。就像是我有那个放那个佛像啊，我们会观想嘛。佛像也可以，我是放个挂嘛。力学火锅的能量，我帮我们参加。大自然能量给你，我也有去。那你们吸完之后再打。这样。因为你们年老的体力不好。我以前修行在年轻的时候，所以很快就得知。哦，得知。好像年老要把十年看的苦果再拿回来，也是还没有得到什么。但是念力还是看得这些。好像哦。明白了，慢慢来了，重音啊，重音。我说这一次八十个人，那个东西有没有不容易？对，但是重音。因为过去是在西藏帝国，所以消息比较快。哦，我在喜马拉雅。你有那个，你那个。就是有那个经历，有那个像蓄有啦，哎，我那个蓄，所以你们没有修定，过去这没有修定，现在要修定比较难。好，我这个修定不是这一次的哦，这一位比较快。师父，按你这一次这样修定，你说你在西藏闭关这样子，过去生，过去生，前世有在那边闭关过这样，哦，所以这一生就注定。我就念佛入定得色魔汤，所以色魔汤的那个内容都证过了。是年轻的时候念佛的时候。哇，那太棒了！不会啦，而且因为在僧团十一年半常住，没有究竟的这个内容讲不清，都是皈依嘛。对对对。是皈依的，或者是释迦如来嘛。对是。修定的那个内容哈，比较不错，他比较注重，他有注重，但是没有讲清。那、啊、我们就被误导了，误导就是到底是要怎么样才会得皈，得那个觉受皈依量，皈依量，而不是在定中。他没有强调你怎么安住定，那个小禅都没有讲清楚啊，是上座也没都不知道，不懂。我有一点怀疑，就是说像我们世间法在读大学还
有个老师，他教诲要很深入，要深入义理，还要懂得这样怎么应用什么事情，这样难道没有？